其实在目前台湾的这样一个两岸之间的这个气氛啊，我们觉得必须要重新加以突破，因此我们觉得这个是国民党当仁不让、责无旁贷的一个事情，所以这次来也很好，收获很多。 我们觉得能够对于未来两岸和平稳定的一个发展，互相的交流，相信还是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收获的。很多事情我们自己也要努力，但我们要持续的这个进展呢，就是必须要不断的沟通交流。很多事情就是要透过这各方面的大家多谈，同理心，互相替对方一个着想。 然后我们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往前迈进啊！聚会啊的地方是吧？早期啊，有台湾人在。被其谁分担？他的这个很多名作名曲。后面的来，既然到后边了。